哦，居然我的门居然晚上才可以好哎、欸！哇、wow 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畅行无阻哎、欸。所以刚刚都刚刚也是坏的吗？好奇怪哦、啊，可以睡觉了。对啊，我白天的时候是坏掉了。你白天的是坏掉了。睡觉了，睡觉睡觉睡觉。等一下、啊哦，我在劈树根。我也要劈一下树根。你树根好丑。啊，不是、啊不，我不是劈树根，我树根劈完之后它就不会长树嘞、欸。不是啊，你附近要那么多树哦、喔，很丑哎、欸。我需要走远一点就，因为它不会全部砍，它也不会全部长啊，然后慢慢长。哦，那只好劈哲平家隔壁这个了。啊？你说团团下面那个？对，把劈。这很美丽耶、欸。我回来了，还有四个人睡觉喽，睡觉喽。啊，我印象中那个小床也要兔子皮，还要四个哦。小床，床不用，床不是必备品啊。可是他想要在那个家里面睡觉的话，就需要。不用啦，你不会回去睡了。好，睡觉喽。不是都是在餐厅前面吗？大家都在这边睡啊，睡起来就东西吃。对啊，不用手推车嘛。我先烤下肉好了。谁还没睡？剩一个。睡了。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烤个肉。啊，对哦，还有电锯，我刚忘了用电锯了。在慢慢砍。好了好了，我来了我来了。缺一缺一缺二缺二缺二缺一缺一缺一，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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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门热胀冷缩。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，吃早餐吃早餐，吃抢早餐抢早餐。没想到，我只好煮。我先喝水。煮手熟给你们吃。哦，哎、欸，大柜子。不要煮手熟啦，我放肉了。你们有吃手熟？你们可以在家里做大柜子。哎、欸，他可以放我、啊，他可以放饮料跟药品。你就可以救我大柜子、喔、你在哪里啊？大柜，我被门卡住了，救命、啊！怎么被门卡住？从窗户跳出来、啊，跳不出来，蹲下跳出来，可以跳蹲，蹲下跳是不是？跳蹲跳蹲，嗯、哦 ，A 跳 A 蹲 ，A 跳 A 蹲 ，A 跳，哪一只脚嘞？等一下，我的手手都被抢光光了、啊。你吃墙上的那个啊，塞肉的，没关系，我身上还有很多肉可以那个，我知道你有很多，煮这个。来把主会上线吗？大家都有这个，湮灭证据，湮灭证据。你们这样子不行，快撕掉，快撕掉！没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对对，我点个火。我靠！我要去补记录档喽。没事吧？不要啦！爆了！有啊，有护甲子啊，是灰的。我怎么都爆了？我直接把他砍爆了！你干嘛打门啊？你为什么啊？你怎么想不开？你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破坏泽平，左边这个树屋给你啦，你就跟小雨住树上吧。那个反正那个没有人住。对，那个没人住。我刚优衣说可以跳出来，我怎么跳都跳不出来，我就不爽，就打门就垮了，垃圾。没有耐心。好吧，我们知道跳了，我知道住这间了。没关系，我是住哪里都不在乎的男人。哎、欸，我没有火坑，不住了。自己做一个啊。哦，只有一趴哎。李智荣，看一下我。啊，你有在管李智的啦？李智零趴了，还是有人活着啊？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李智99哎。你太夸张了，你真的很享受这游戏耶，太理了吧！我已经融入这里了。对啊，你也太享受这里的生活。哇，有电锯哎、欸。对啊，昨天没来，没有听到奇怪的怪的叫声。上一次，因为这里有野人。底下这野人好恶心，他在吃同胞啊！真假的？啊？对啊，因为想说那个声音哦，大只的哦，两只，哦来，哎哎来，不是我，我来了，来，打架。两只蜘蛛跟一只胖子，哇，好扯哦，两只蜘蛛跟胖子，太扯了。我看胖子，我看胖子。哎呦，胖子在冲哎，要死我！Charger 哦，我也来了。我要先拿这个烧他们吗？要吗？哇！你先烧，巨人啊！哎，要许我，来帮我，巨人啊！稍微嘛，然后哇，好扯哦！啊，没事，哎呀，烧到，快走！啊，我被撞飞了！哇，哈基被撞飞，我看到了。你打了吗？哦，痛！哇！蜘蛛你不要，蜘蛛没有掉过，砍他，稍微嘛。我也不想杀兔子啊！杀胖子！他把田打爆了！把田弄爆了，弄爆黄果田哦！
贪吃，要死一只，死一只，死后面，我胖子撞了我，我被撞飞，我被撞飞了，我也被胖子撞了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砍这只啊，这只好烦。我有动地剁，蜘蛛女，蜘蛛女，动地剁。我们在打胖子，我们在打胖子。好好好，我们各自分开进行。你们加油，我还在路上。好好好，班，哇塞。我刚从海边赶回来。哦，你被他黏住了。哎呦，太靠近了。走开一点，走开一点，走开一点。啊，对啊，你们现在是玻璃娃娃、哦。烧起来，烧起来，烧起来！烧了，烧了，烧了！不要踩到火，不要踩到火。拨个拨个护甲，拨个护甲。哦，会爆啊！它会爆炸，我好怕。孤魔吗？会不会爆炸？它会爆炸。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哎，我可以捡。我来的时候变油漆了。三个护甲，三个护甲都掉。那个呢？蜘蛛女呢？蜘蛛女是死在哪？不是还有一只吗？前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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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。啊，沙威玛嘞，沙威玛，哦，沙威玛，沙威玛在都在田旁边，都在田旁边，看到看到，哇，真好，我护甲在补满嘞，我后来就有八个了，我十个了，我还没有补，我把一些换下来，我十个满状态，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不要再叫外送了啦，叫太多了，外送不要再来了，有点多，哎呀，前面弄超恶心的，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其他有没有什么坏的。哎、欸，除了那个医疗用品，还有什么可以补血吗？还是就走那个可以？我满了就会掉地上了、欸，看不起来了、欸，哎。那你就带在身上吧。对啊，只能带了、欸，哎。什么东西？装备那个？对啊。那就穿吧，那就带着吧。啊、不然你看可以要不要看别人还没满的？这就看谁还没满。他也捡不起来啊。你可以，你不能给他吗？可以啊，用那个盘子给他。哦，谁啊？干你好丑！不要这样。你给他，他最他最穷。对，谁最穷？我很穷啊。泽平啊，他都没有啊。泽平没有什么，都捡都捡。你没有那个啊？没有护甲啊？不是。我有啊。哦。我现在有四个护甲。那个要紫色的哦。紫色的。嗯。对啊。我都是皮肤色的、欸。皮肤色？你是你的胃左边、哦啊？他是说那个吧？他说颜色、哦，我是说那个标识。哦，按下去才会加起来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要穿上去才。我、哦、还没满呢，还没满。哦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没有在穿呢、啊，等我等一下。是穿哦。我等一下带完海哥一颗回来，你再跟我拿。哎、欸，我这里给你们看新野人长的样子。新野人。嗯，不，这个肤色有一点黄。你是截图吗？对，是截图。截图引回家，带回家来看看呢。而且你们之前看过的野人会就是吃死掉的同伴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刚刚这个种品种的会好恶有鹿在海，就是看过野人会吃死进阶啊。对啊，越来越进阶嘞，越来越进化，好猛哦、喔！时间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你说我刚刚吗？我刚刚是在飞机那边遇到了，但他们跑光了，然后我搬一只回来。难难难关，对，超恐怖的。虽然我们自己都吃了不知道多少只人了啦，所以紫色护甲是最高的。我没有吃同类啊。哦，对，目前我们最高的是这个啦。目前说已知最高的。因为你们有查过吗？你们有查过这个？我没查。没有。顺便再多手跟头。我觉得要不要先确认一下再说？确定是最高。这个不确定是不是最高的，这个没差。所以我说已知最高。我们现在我们拿得到的，我们目前知道最高的是这个、啊。对啊，目前拿得到的。约，木约最高。约等于最高。想说我以为是骨质是最高哎、欸，你们确定那个是最高吗？骨质是白色的吗？应该说那个野人掉的，查一下好了。他的耐久度比较高吧，可以被打比较多下。哦，野人那个都是我们在猜测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被咬、啊。你先躲好哦。对啊。你要在餐厅，站在安全的地方。餐厅也很危险、哦。可能这只给你，可能这只。你要在餐厅的房间里面才是安全的哦。对啊。居然给我吗？你要我做坏事？对，我要做，你要你做坏事。我回过头，蹦出了三只鹿，骗人。最低的理智是谁、啊？打起来，打起来。他这应该就已经很低理智了吧？我他自己不是理智是吗？他不是零吗？39，而且我生病了。嗯，我生病了，我在外面没动过一下。哎呦，我有60哎、欸。可能是因为生病，我理智才很低吧。我来去找芦荟。我的感觉是良好。啊、自我感觉良好。良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意。
嗯，突然觉得泽平那边还不错哎、欸，下来都可以直接洗澡。我到跑，要换吗？不要，我宁愿住餐厅，其他有饭可以吃。宁愿住餐厅。现代兔毛靴。没有啊，这我目前的感觉也是良好。兔皮不能取代啊。哎、欸，他们说为什么我的手这么脏啊？你要去洗手，去洗澡下水啊！你就没洗澡哦。去洗手，你不洗澡才会变智障啊！哦，智障太脏啦！泡到水里面泡一泡肉。你要做浴缸。哦，嗯，这野人也是蛮多的。那么小只可以做出这么大的袋子啊？哦，查到了。诶，唯一护甲有150的。那个护甲，然后骨头的只有40，我、哦、差这么多、哦，差那么多，骨头40，你刚说那个什么是100，唯一护甲150，哦，就是忘死掉的吧，没有其他的，就是他就是，蜥蜴皮就只是好看而已吗？蜥蜴皮也是20，所以我现在身上有1500护甲，好高、欸，然后有一个什么兔子的绒毛鞋子，它可以有防寒。有啊，哦，对，哦，有啊，有印象，有印所以他就很坏啊，有用的东西全部都是在那个对啊，所以我不想杀兔子啊，真的很坏、欸。那个鞋子会坏掉吗？应该是不会吧，他装备应该鞋子应该不会。装备呢？装备应该会坏吧？应该会坏吧？会吗？如果受到伤害的话，应该会坏了。没关系，再查，再查，再洗澡，好去洗。我想先找芦荟再洗澡。芦荟到底长怎样啊？我还没看过。它长怎样、啊？我已经忘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忘了。而且附近好要走远一点点，我们这附近好没。我现在在尝试在附近晃晃看。我也想找。我看到那个雕像，我快笑死了。是怎样？这是我拿回来的。哎、欸，这边，这个芦荟吗？芦荟长一个刺刺的。哦。刺。就是它的叶子是。就是长得跟。正常的芦荟一样是不是，它长得很像凤梨头上那个，凤梨头上那一个草是不是？对的，那样子。好，小雨你在找什么、啊？嗯，是红红的吗？不是，是绿绿的，绿色。我想我们找一个是相同的东西。有，这边有。我动不了了，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我动不了了。不要跑！我只是出去播个广告回来就动不了了。你按一下 ESC， 我按过了，没有，现在就是整个都不能按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搞到不播广告了。输入法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没有，现在连输入法都不能按了、啊。不要跑！你 ESC 可以按吗？行不行？好脏啊！键盘是全部都不能用、啊。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。那你可以跳入视窗去。正常吗？我跳视窗正常啊，没关系，就跟上次一样啊。重开吧，还是你那个 DC 那个嵌入有开？没有啊。哦，有吗 ？DC 有吗？不知道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好，我看看。嵌入界面。游戏太邪恶了。没有，我是关的。好，重开。东西都没了。袋子做过以后，它就会把它化掉、哦。对啊，就是袋子那些基本上只能做一个，就做一个。对对对，收纳袋还不错啦，可以收集浆果，你可以装在里面，就可以不怕饿，可以。对，就不用怕饿，也不用怕渴了。不能乱播广告，播了就，播了就出问题。保暖装好难做、哦，你看吗？对啊，就很坏、欸。我要找那个动物找不到，你也可能要走远一点，我也是走蛮远的。哎呀，杀兔子没关系啦。我被你吓到。妈！妈呀！我想说是谁？我。说野人拿长矛不会吧？哎，是什么、欸？有一只，刚打超多路的哎、欸。哦，打不到。啊，没记录到。以后睡觉前都要先记录一下。有啊，我记录啊，可是就是我在野外浪的时候，刚刚打的哦。嗯、啊，所以今天野人在跑，你是跟团团吗？没有啊，团团团，我离你们超远的啦，原来是团团了，是真的野人啊，野人，我已经到声音了，拿火把了。哎，哈哈哈基，你是在跟在我后面吗？哈哈哈基，哈哈哈基，我在找动物。我也在找动物啊，白色野人，
真的啊！我找到，可是我一直戳不到。在哪里？你在我后面吗？哎、欸，是哦。那个沙威玛的尸体还在，我还可以躲。我取得大